什么观也道众生较量不是有轻有重，有一身受缚，有十身受缚，有半身前身受大缚力者，是是云何为愿世尊为我所知？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我今日脱离天宫一切众会所言菩提，不是较量功德心中，如当谛听，无为如说地藏白佛言：我以是誓愿，要于闻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有诸国王在佛大乘大藏者大刹利达波罗门等，若于垂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若是种种不闻具者，是大国王等于不识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勤受遍布施，或是人是软言微语，是国王等所获福利。若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愿是国王等于罪贫贱卑鄙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犹如此宝白先生中常得其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不思议。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于佛大士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此应般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同得三界为地势身受生妙乐。若能以是布施佛力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世界中常为大梵天王。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于现佛大妙，或至金刚会怀陀罗，乃能发心修布施国王等，或自应般，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是皆愿是国王等。百千身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身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与他妙见发挥相信。如是国王乃其众人尽称佛大，以是国宝无量无边，佛是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千诸老病，即身成佛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是一要因是我居士临安乐，若是佛力虽不是一因，百劫中常为尽具天主，而百劫常为流于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而道，乃至百千身中而不闻空身佛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人作如
中是不是我父两个能回想不问多少比竟成佛何况是凡转轮之宝是故地藏不缺众生当如是学佛之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少善根毛发杀生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于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形象菩萨形象彼此佛形象转轮王形象不是供养得无量佛常在人天受身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佛力不可为于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大乘经典或听闻以及一句法音中心赞叹恭敬不是供养世人或大国宝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佛不可为于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大师大乘经典信者不是供养站立赞叹恭敬而成无虑故者或毁坏者修不盈利或多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世善终常为诸小国王贪悦之人常为轮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佛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作善根或不是供养或修不他思或壮丽经典乃至一毛一针一沙一滴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善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光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宝是故地藏不是因缘即是如是地生无法比地是一二世间老地生白佛也是尊我从昔来暂时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语言如体有大因缘如文殊不懈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心度于六道祈愿上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皆速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土是诸佛坐起看世事中能所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站立赞叹世人具足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是以这土地丰饶而这家在永安善者先往圣殿死者先存一手这所就随意
流着污水，我在其侧去，好比触发着毒气而梦，求着出入生物，使着多余生命，使着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欲所处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不坏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处处有是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身力维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诫老弟，身如大圣地，诸圣少息，何以故言？佛土地悉毛，如虎乃至草木沙石道马，诸为故密宝贝，从地而有接引如意，有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只是如此功德，其一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身。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是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者，若以本身力而拥护之物，令一切灾害，岂不如一时者闻于耳？何况令受非但如多护世人，故以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拥护世人，何故得如是神仙拥护？皆有站立地藏心相，即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必尽处离苦海，真涅槃乐，以是自故得大拥护。见闻利益品第十二世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号相光，所谓百号相光，大百号相光，瑞号相光，大瑞号相光，宇号相光，大宇号相光，子号相光，大子号相光，金号相光，大金号相光，碧号相光，大碧号相光，红号相光，大红号相光，绿号相光，大绿号相光，金号相光，大金号相光，金云号相光，大金云号相光，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月轮号光，大月轮号光，宫殿号光，大宫殿号光，海运号光，大海运号光，玉帝门上方如是灯号相光，一处微妙一高处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定我今日已逃离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是不思议，是超生因是增是地是必经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思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左而起，无跪而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过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尘，所有功德及不思议为甚至力。我闻世尊于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起功德，又不能计，想着有名，世尊不告大众
终于成阳地藏菩萨地等是为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成阳地藏菩萨一世灵天龙八部禅地